的难度不被承认，何况他刚才第二个270都基本没做。季连深，广东队单杠第二人。分开做的两个特卡切夫，这是他的分特卡180。有教练在下面站着呀，这跟平时训练一样，运动员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些就会很踏实。其实他本身做动作是有把握的，但是心理上还是需要教练站着呢。好，季连深。